下了。现在看到老人就会想到姥姥，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人。我爸爸曾经评价过我姥姥是全世界最乖的老人家，因为他太好了。就是他后来就生病的时候，就几乎是整个那个小区很大，几百个人都反正都来见他了，对，唯独我没回去。我姥姥是熟，她特别害羞。哇，如果是节目组要这样录的话，我能够想象到啊，她肯定特别害羞，就是害羞到不是手忙脚乱的。吃不到了。